涂料做成大理石的效果，我一步一步演示给大家看。首先呢，选好一个咱们喜欢的底色或者是纹理，然后批刮好咱们的激光玻璃面漆。批刮平整之后，咱们打磨平整，抛好光，就可以达到一整张瓷砖大理石的镜面效果。它的防水性能呢还非常的好。咱们请一个会画画的朋友呢，帮你画几条小纹理，就可以达到一整张背景墙的效果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点个红心关注一下，省得以后找不到。